好了，开始录了。哎，只有九分钟而已哦，没关系。这是双猪的部分哦，一样这几域的几域便当，那双猪的。刚才老板以为是单猪的时候又贴上去了，所以摆的比较没有这么好看。可是，然后这个量啊，你看有没有很多？然后这个35块嘛，哦，嗯，对。然后啊，过几天拉过来点。在休息的。哎呀，过几天要休息的。过几天要休息的，然后转过来。过几天要休息的，哎呀，那休息10天呢？哇塞，我10天没办法。可能要去旅游，可能要去旅游啦。那怎么休那么多天？啊，等于4天再加6天呢，就刚好10天了啦。对啊 ，OK。那个啦，那个。那个我就不试吃了，等大家看啦，因为毕竟吃过很多次了，只是要拍一下食物。打便当的感觉跟那个感觉是怎样的 ？OK， 你们看到了 ，OK。好。肉燥饭，肉燥饭，这样的量 OK 了，这样很便宜啊，这样多少钱？这个加这120，加这120，然后这种要汤很好喝了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明天再吃一天，明天要吃什么？看一下啊。啊？那你要空肉秋刀鱼？空肉秋刀鱼都可以啊，我先按照顺序吃啊。按照顺序吃，这样子比较那个了。对啊，这样绝对可以吃很饱啦。因为我再点一个主餐就太多了，我觉得不要了，太多了。哎呀，那这个肉燥饭，嗯，另外看你要什么菜、啊。哦，看你要什么菜。对了，哎呀。我想说肉燥加这个酸菜。好了好了，那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影片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